如果看不懂的话，我就问我们那个同学嘛，然后他就给我讲，其他东西都挺简单的。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两位，你们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让你们感觉到最困难的是什么？高思欣说吧。我觉得最困难，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是15岁，然后在中国可能也待久了，然后去的时候英语是一个问题，然后文化是一个问题。因为当时刚刚去的时候，我什么他们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嘛，然后我要反复的问他们